沈志怡，一号女嘉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看看一号女嘉宾的照片。哎呀，我们掌声有请女嘉宾上场。我想找一位让我重新相信爱情的人。我是来自沈阳的张泉。个头是没说，个头是没说的。来，欢迎您，你好。您来跟男嘉宾认识一下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来，有请二位站到身边来。他比他爸高一脑袋，他更不行了。男嘉宾有一种压迫感吗？个儿高啊。个儿太高了。你俩比他高那点。他笑那个俩的，哥俩笑的。个太高了，嗯，黑，嗯，也嫌人高攀不上，就感觉真的仰头跟人家说话了，是吗？嗯。那会有一种压力吗？应该有。应该有一点。如果对方不介意你的身高，你会介意对方身高吗？他不介意，我就不介意。如果二位出去走的话，你会感觉到是不是所有人都看我？哎，你看我媳妇这么高。现在不像过去了吧？嗯。他愿意仰视的场合。女嘉宾，您多高的个儿？1.68米吧。1.68米，穿平跟鞋跟我都搁一边高了，是不是？真高，还身材还好，关键这个腿啊，这个细呀，啊，这么直啊，嗯，又细又长，应该真是，嗯，太美了。高一点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小看，就是小。我不介意，就是身高和长相，我更看重于才华吧。嗯，就是这一句话一听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觉得他的可信性是非常低。这才华多高能弥补身高的高度？如果他没有多少文化，也别太生他气，对吧？哎，因为他不能用你的各方面的去衡量别人，要求别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男人最主要就是才华，其次才是长相、身高。这个才华呀，他的面可涉及的挺广。您是指哪方面才华？哪方面都可以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吧都非常优秀，嗯嗯，他只要有一点吸引我就可以，有一点闪光点就可以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。来吧，那接下来咱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。2034号女嘉宾张女士，51岁，沈阳人，离异，有住房，企业退休，儿子大学在读。大家好，我是勇敢寻找幸福的张泉。曾经在人生的谷底不敢去触碰幸福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追求幸福的能力了。我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每个月能有3000左右吧，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份兼职的工作，能解决温饱没有问题。我是个开朗又沉静的女人，性格和年轻时差别很大。我年轻的时候呢脾气有点急，可能是年轻都有那种有棱有角吧，但是随着成长吧，或者岁月吧，生活已经把我的所有棱角都磨去了，现在的心态比较平稳。我喜欢旅游、看书、美食，喜欢过平淡而充实的生活。我是比较喜欢学习的一个女人，平时主要看看书，学习一下外语，主要是为了呢以后旅游出去的时候能更好的沟通。爱的神